请。于小姐，这里就是您这段时间的住处了。谢谢啊。这二位。啊，老爷说了，这些家丁是保护您安全的。您出府的时候，他们也负责跟随保护您。了解。那好，于小姐，您早点休息。也太高看我了吧，这么个违法，就算是插上双翅也难飞出去啊。